在座的阿尔敏的各位同仁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一个百家乐的赌博的这种结构，还有它背后的股东，可能都有牵涉到黑道帮派。这类的赌场输赢金额非常大，常常啊让人家倾家荡产。所以启地百家乐可能是我们在整个打击，不管是黑道帮派的金流，或是在整个打击赌场的工作里面呢，应该是属于最重要的分级相关干部的力量跟智慧，展现我们的决心，一定要启地到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除了谢谢大家之外，我希望再继续努力。就是说，第一个抓到的地方不能再让它暗中忽略，我希望大家持续的秉持啊这种精神，继续努力，让外界啊切实的、很明确的感受到我们的决心跟努力，一定要把这百家乐从我们桃园市，不管哪个分级辖区都一样，一定要把它消灭掉。我一定要把它消灭掉。好，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辛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，请开始主席。好，一二三。对，好。警察，开门！开门！老刘，警察，老刘，是吧？是吧？老刘，是吧？你看，那个后房间去看，就是后面，坐吧。啊，谁的正案坐在主桌上了？很快，不注意。啊，原本在这一桌的是谁？在坐这一桌的。先坐一坐，快点。很快啊。来，十号来。来，桌上那个除了在杰。晚上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用出来。对，好。先往里面。什么都你来，什么都要。好，我筹码都分你过来算。钱到中去。啊，好。啊，这几天啊，这对啊，对啊，好。我那啥，我那啥。哎，快点啊！